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小珍珠，我是这档的接档主播。然后在我之前先做一个广告，看跳舞就来993，全网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又来跳舞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大家给珍珠多点关注好不好？我们把左上方以及午休嗨翻天的音乐勾一勾，右下角我的直播时通知我，手机用户在这里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大家跳第一个舞。纸有点贵呀，哇，这纸有点贵呀，大家还是点点我关注吧，我们有免费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跳什么舞吧。第一个是 something， 第二个是独一无二，第三个是提线木，我觉得大家选第二个比较好，因为这个是从来都没有人跳过的。给大家跳个第二个吧，然后一三我们再选一个好不好，一三我们再选一个吧，看一下啊，选第三个，好，我们来跳第三个啊。
大家喜欢珍珠的给珍珠点点关注吧，好不好？然后勾我的直播通知，左上角五星五星嗨翻的预约勾一勾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我要跳了，先给大家跳一个这个独一无二，这个还真的是独一无二了。大家把色色表情扣一扣吧，色色表情走一走，谢谢。喜欢珍珠，我们把色色表情走一走。感谢所有送珍珠礼物的宝宝们，刚才这个贡献榜还有中评这个啊，这个滚得好快呀，这个一下就精神饱满，我一点都不辛苦，给你们跳舞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，谢谢大家对珍珠的支持，谢谢。然后再给大家跳第三个提线木，
还有个节奏慢慢的诱惑一点的。来开始吧。喜欢珍珠的还是给珍珠勾勾，直播时通知我，然后送送小爱心和小花花，还有把四个点心扣一扣，六六六走一走，谢谢。这个地方的关注不要忘了点哦，谢谢。选一下衣服吧，第一套衣服就是这个绿色的，别报警别报警，我老实点，千万别报警啊，我老实点老实点老实。第一套衣服就是这个，换成红色的啦，这个红色的更有味道。第二个就是黑色的连衣裙，一套黑色连衣裙，然后大家喜欢什么样子的呢？黑色连衣裙是第二套，然后哇，都扣二，那我们穿黑色连衣裙吧。好，就这么定了，愉快的决定了。好，我就跳下去了。还有30多秒，大家给珍珠也点点关注，感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，感谢宝宝的宝宝的礼物，感谢珍珠，大家宝宝们的礼物啊，谢谢。还有20多秒，就不跳了吧，下个麦序再给大家跳点文文静静。差点文文静静的，感谢大家支持啊。播了一下午了，也嘴巴干了。感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，我要下麦。